们小贝撒老撒靠山人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南院门粉巷这里，这块好吃的可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吃一个啥呢？这天一冷，人就特别想吃火锅。我们今天去吃一家上过《舌尖》、上过《必吃榜》的重庆老字号，你们猜到是哪一家了吗？在西安能吃到地道的重庆老火锅可太不容易了，其实也挺容易的。我们一起看看吧 ，Go Go Go！ 一路小跑，开开心心吃火锅。来来来，要全红锅，不吃不能吃。全红锅，你俩中哪特辣？当然特辣辣不辣，可以，还可以，来个特辣行吗？嘿，要一个香油，一个芝麻酱，一个干料碟，就是没有料碗盘是吧？都是点的。好，然后麻辣牛肉来个，脑补，要票来个，给你，是拿素肉来份，肥肠来份吧。OK， 先上吧。这个啥肥牛？他们家肥牛，看一块贼美。这个要提前下去，这个煮的越软烂越好吃。你们吃过没？我有一次吃了一次这个鸭掌，无骨鸭掌，我跟你说绝了，惊为天人。这肥肠好肥啊！嗯，整个酥肉。我上次说老程序先整个小酥肉，然后这弹幕说小程序先整个老酥肉。来，吃个酥肉，他们家酥肉炸的怎么样？紧实啊！嗯，他们家花椒颗粒不麻，还很香。这个酥肉放进去也最好吃，就干吃也最好吃，泡进去也最好吃。调料碗，你们还吃香油碗还是芝麻碗？重庆火锅一定是香油碗，老北京涮肉一定是芝麻碗。我们是不是要特辣锅？他们这就是不像我们吃的那些啊、哦，他会让你去自助料台去调。重庆火锅就是讲究哦，因为它本身底料可能就比较多，不允许你自己再去发挥。尝尝肉好了，肥牛，对不起。嗯，肉很紧实啊！哎，咱今天要一盘肉是不是保守了？今天点菜点的太保守了，种类是很多的，量太少了。肉随时吃，肥牛整个六个六盘八盘的那样整，肉在家啊。高钙羊肉，你们知道高钙羊肉跟普通羊肉有啥区别吗？哎，吃起来是脆的。老师，老师好。是，你蘑菇，脆点。啊，就是油条是空心的，很松软，但吃到最后有点点紧实。高钙羊肉好，哦，就看起来好美，想吃个高钙羊肉。送脑花和鸭蛋。啊，这不是这个是送的吗？送脑花和鸭蛋。我还单点了一份干碟。那你是买脑花送那个干碟吗？那我干碟是不是白花钱了？哦，退了一下。高钙羊肉好了，脆脆的，咯吱咯吱的。去重庆吃这一趟，爱上了重庆的锅底，回来还是吃着我们北方的涮肉。妈，这可太美了！你觉得特辣辣不？我觉得一点不辣。嗯，吃。想象一个锅辣不辣哦？尤其是你，流汗，小爽就是这个检测仪，每次最早打喷嚏就是它。头上的这片毛多。第二个咳嗽的人又出现了。嗯，我上次不加怎么加？你在教我吃饭吗？凭意念去吃，可以了。有了，肯定有了。那秘书咋着？秘书，你们嫌弃我吗？啊！好吃，你们刚数的没？刚刚多少呢？一定要做到这个火候，这个火候是最好的。嗯，有点呛。哎，咱去重庆没有喝老鹰茶哦，老鹰茶没有老鹰吗？就涮锅的那种。咱上次去那个啥重庆吃的那家，不就是人家开锅前给你加壶老鹰茶进去吗？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是泄火的，省得你吃的太辣了。有些地方人家熬出来的还可以供客人去选用。说啊，没有人能拒绝毛肚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没有人能拒绝毛肚。你们爱吃毛肚还是千层肚？嗯。绝了，我吃个酥肉，哦，哎，这个就有点像咱陕西的那小酥肉了，是不是？一下锅软软的，囊囊囊的。一定要试试这样吃酥肉，贼好吃，炸有炸的味儿，煮有煮的味儿。哦，吃千层肚，千层肚，毛肚下来必吃千层肚，这个耐煮，这个不用什么七上八下，吃个千层肚。
好吃啊，全锅好吧，还是全热乎吃，纯热乎吃。我寻思哪个还是凉的，都是热乎的。哎，吃火锅就这种感觉好，一群人围着，每一口都是热乎的。我觉得吃爱吃火锅都是女孩，是吧？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兄弟，对，对，你是姐妹还是兄弟？嗯，他家这个千层肚真的很好吃，有些肚啊薄溜溜没有口感，他这个肚弹牙，哎，锅底还挺浓的，就有点辣，冬天吃火锅发一身汗，感冒就好了。对，哎，西安好像是个火锅消费大城市是吧？猛捞就是从西安走出去的嘛，我感觉西安这个地方就是南北融合，把北方的涮肉跟南方的一个火锅是不是融到一块了。你在西安吃火锅是啥都能吃的，在西安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地道的火锅。嗯，比如68，你为什么现在下30吧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我也好想吃那个炸馍，那个感觉太美了，我的妈！这裹了鸡蛋炸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好，看着可美了。这种感觉下锅里也很好吃吧？四口了。我的妈呀！哎，这个炸馍你们一定要来点。我小时候吃炸馍也是那种硬的，是吧？硬壳壳，焦焦的。这个是裹了蛋液炸的，软软的，瓤瓤的，香香的。上次说那个有没有蒜蒜，然后弹幕就说他是恶心心，都是自己人。嗯，尝尝，好吃，一点妈妈的味道。要来88的。哦，好的，这是啥牛板腱是吧？这好，这看着好，38的肉就碎了。你看刚咱们68的肉就没碎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典型的人不识货，蚂蚁识货。下一个68，哦，88的，来豪横一把。你们跟着贝姐也吃了不少小吃了，人均都不超过10块钱的小吃。今天跟着贝姐吃一顿大的，不行，我还再要个香油。我要一个香油，哦，我再加一个酸梅汤。哦，这是你想想姐的。哦，这么好，好姐妹。嗯，我掀不上来。这个吸管漏了，这吸管是坏的。把我的肥肠吃，我的肥肠。有没有人最爱吃肥肠呢？我就是重庆吃火锅爱上吃肥肠的。嗯，软软的，滑滑的 ，QQ 的，怎么能有人吃火锅吃到最后香油一点也没变呢？趁这会儿下个腰片，大刀腰片，滑溜，这刀工绝了。这一白就行了。好，其实他好没好，你是有心灵感应的，因为他过去跟你说我好了，我好了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吃了。看现在的状态就是好了，嗯，太美了。吃腰子一定要吃蒜，看看怎么吃，这样吃，嗯，脆嫩可口，不膻不腥，极品肥牛68。哎，我还是喜欢68的，就是牛板腱感觉下去就也缩了啊，那68的真的这个肉质妥妥的。我喜欢吃厚肉，壮实的，嘴里有存在感了。综合来看，是不是68最好吃啊？我觉得是啊。鸭掌一定要提前下进去，我们现在已经9过3巡了，这帮人都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鸭掌还是硬的，刚有两个傻子啃着骨头吃完了5补鸭掌。哦，我知道，沙花塞进去，肉塞进去，解锁一个新吃法。这怎么塞？我塞点蒜进去。完了，对吧？你不想吃油条？实心。哎，炸透了，穿针引线。哈哈哈哈哈！撒！你们吃过那种挤出来的一条龙的虾滑吗？不是挤成小球球，直接挤一整堆儿。咱特辣还能加料吗？可以。我觉得特辣就是中辣，你们觉得？但是身边的饮料出卖了我。哇哦！哦，辣鸭血是这样下的，就每次我下菜，对面都不敢做人，就下雷影。我以为生菜就是为了让它好看，没想到人家有作用哎。咕嘟嘟嘟嘟嘟嘟，幸福的声音。你快听，咕嘟嘟咕嘟嘟。五谷鸭掌，鸭掌就是鸭的爪爪嘛，是不是？你上次说为什么觉得这么好吃？啊，他们说练足癖。啊，猪蹄鸡爪。
乌鸦掌贼好吃，这会儿正好了，图快加下怀。他想占蒜，成全你。沙拉里面是真的虾，蘸蒜最好吃。哇，这跟蜂窝煤炉子一样，这是我见过最精致的一个蛋炒饭。来来来来来，要吃个爆娘。我跟你们说，你给他叫一个背式盖电饭，一定要用蛋炒饭来盖。然后做人是破坏款是吗？你应该给每一个洞里边浸满了肉肉。来，肉这边好多，幸福。我不允许有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背式盖饭是什么样子。太美了，嗯，大花好吃，不油腻。鸭血盖饭绝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挖个汁，好不好吃啊？再来你的料碗，浇一勺料进去。那你这勺子怎么这样？绝了！把脑花给我。哦，太美了！就跟你说，这个脑花现在干碟里蘸一分为二，一口半个脑花，再把我的脑花浇一勺汁上，香惨了！你这玩意儿啥？好吃惨了！你们一定要把它晾凉了再吃。还有一口蘸了干碟的脑花。这脑花一定要蘸干碟吃，咱在重庆跟成都吃爆脑花、烤脑花、火锅涮脑花，怎么吃都好吃。嗯，宽粉裹饭啊，宽粉包饭。嗯，下午还要上班，不能吃太多。应该是明天要去杭州呢，不能吃太多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弹幕飞给我。啊，火锅最后来了，米饭汤勺。这个不辣，我喝点饮料就不辣。那喝四瓶，哦，第五瓶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时长很长，我一定是没有，你看再见，下一个晚上。你们一定要试一试在家里炒一次螺蛳粉吃。我只有三个字，我的妈，太香了！番茄一定要加，然后他家这个汤底特别鲜，我感觉比煮的还要好吃。刷了螺蛳粉了以后，你们会不会说别人的孩子出生了是啊啊啊，小贝的孩子出生了，妈妈我臭了。OK， 今天我们在家里用加辣加丑来做一个炒螺蛳粉，你们吃过的姑娘把 YYDS 打在公屏上。第一步，起锅烧油，先炒鸡蛋，反差一下。搞一丢丢蒜进去，一丢丢葱进去，灵魂来喽，西红柿搞进去，这样吃起来会更有层次感。他们家这个400克，一包粉八包料，木耳、黄花菜包，酸豆角、萝卜干包，加量的一个酸笋包，炒螺蛳粉的灵魂，汤底只放1/2，嗯，变态辣，全部放完。它汤底有螺蛳肉的，加粉，好香啊！撒点葱花，刚刚是不是三包菜？还有两包菜，腐竹花生肯定得有啊，再来一包腐竹，400克让你吃到爽，撒一点灵魂小米辣。是不是可以出摊了？再搞一个肥宅快乐水。这看起来太香了吧！你们一定要试一试在家里炒一次螺蛳粉吃。番茄一定要加，然后他家这个汤底特别鲜，特别浓郁，我感觉比煮的还要好吃。嗯，这种神仙吃法我都想安利给我妈，我要给我妈做。你们会做了吗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请叫我半成品大王。哎，我觉得把汤底全部放完，还不会咸，超级重口味，加辣加臭，果然 YYDS。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螺蛳粉？下次咱们做干拌吧，螺蛳粉火锅，炒螺蛳粉，煮螺蛳粉，我们都吃过了，还没有在视频里面跟大家一起吃过干拌螺蛳粉呢。你们期不期待？期待的宝贝来打期待。嗯，妈呀，这得有个膜，啊，逐渐分赃不均。嗯，他们家的菜包里面是有黄花菜的，哎，你吃着了吗？太大了，没尝出细味，咱们俩现在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。嗯。西红柿一定要加，哎，真好浓啊，好过瘾啊！那吃的是热乎的，这锅气十足，是不是？吃点菜，吃点蛋，吃点西红柿，
不行，咱俩一会儿关了机子再做一份。那就可以。下次你来。可以。梳理一遍怎么做？梳理一遍，告诉你。快！搅和搅和，吃，快吃吧！快吧，go go go！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刷完螺蛳粉了以后，你们会不会说别人的孩子出生了是啊啊啊？小贝的孩子出生了，妈妈我臭了，妈妈我是加臭加辣的。你是不是贴着锅了？锅也太烫了，他们料真多哎，肉眼可见的料多，只有鸡蛋和西红柿是我自己加的，全都是人家自带的。400克的螺蛳粉你们吃过吗？没吃过的宝宝一定要去试一试，是真的巨好吃，不会后悔的那种。嗓子已经开始疼了，太辣了！你们不能吃辣的人，一定要记得把辣子少放一点。OK，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小贝小贝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我们来吃干拌螺蛳粉，凉拌螺蛳粉。还在想还有什么螺蛳粉？还有什么螺蛳粉的好吃的方法？你们可以帮我打在公屏上。